第二试题，经由两倍溶液，分别为盐酸和氢氧化钠水溶液，其浓度、体积、气体的浓度。 和 pH 值如下表所示，则甲乙丙和丁的数值大小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这题我们给了浓度跟体积，但是并不必要，因为我们晓得盐酸是酸，氢氧化钠是碱，我们是酸，我们的气体浓度一定会比碱来的大，也就是说甲一定会大于乙。同时，我们也晓得气体浓度如果越大 ，pH 值就会越小。 所以，既然是甲大于乙，那么表示就是 pH 就是丁大于丙，因此我们就能够排出它们的大小次序了。所以第24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大于乙。